长莅临会场。市长谢国梁在暖暖区长陈如东及基隆高中校长的陪同下，特地安排来到基隆高中慰劳本市参与召召的后备军人，受到现场官兵的热烈欢迎。好，谢谢市长，谢谢营长。我想这个后备里的这个教育召集真的很有意义。那这些就是当有一天啊，我们备战。但是不求战，这个是目前政府的一个说法，那大家看到这些阿兵哥，我们真的觉得很了不起，这才是真正拿出实力来保家卫国的一个重要展现。那当然，我们也不要故意去这个挑拨，我们也可以不要故意去可以跟邻近的这个环境啊，造成更多的冲突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想，我看到这么多后备军人，感觉很热血。他们在这边很多天，也很辛苦。那我们跟他们致上崇高的敬意。市长谢国梁说：“国军战备准备刻不容缓，感谢后备军人暂时放下工作及家庭，再次接受军事化教育与训练，来保家卫国。”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